时间对我来讲，我相信有很多用处。很多时候觉得时间很不够用，因为时间当你越投入工作的时候，你就觉得时间越快过去。那别人自己觉得，那肯定不够时间用，肯定不够时间用，加一天有48小时就好了。但其实，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时间不停的过得很快的时候，你会想清楚，其实你干脆不要要求1天48小时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干脆就说要求自己怎么样在固定的时间里面把应该做好的东西把它完成。我适应了，我已经适应了，我已经完全适应了。说了这样说，可能有一天也不会适应。看，一人的适应这个圈子的每个脚步吧，是看心情的。每一天的心情都不一样。有一天他心情好的话，他觉得什么都很顺眼；有一天觉得不好的话，什么都觉得不顺眼。我现在不只是一人，我现在每个人都是这样子。需要我进步的是，因为我做一个艺人，我应该有这个专业精神，去把自己的东西做到最好，最后一秒觉得是真的是完成了，才交去给观众。因为，一个人所谓的专业，就是说，可能我很固执，对爱情要专业，专业就是交代清楚，应该分的分。应该合的合，应该离的离，应该还给人家东西还给人家，欠人的东西要还，这叫专业。要爱就爱，不用多讲，讲多没有用。爱不是用来讲，是用来行动的。要爱就爱，不爱就走开。对啊，爱有自己的方式去爱，有的人喜欢高调的爱，有人喜欢低调的爱，有人喜欢光明正大的爱，有人喜欢偷偷摸摸的爱。爱情是属于自己每个人的，所以每个人有权利去用选择用哪一种方式去爱。我觉得结婚只是一张纸，不会因为一张纸而令大家会不会快乐多一点。我觉得主要是你爱那个人，你会不会令你快乐一点。只要你爱那个人的话，你会快乐一点的话，那你就爱吧。没有什么不知道，其实黎明歌曲里面你可以看到黎明的私下人是怎么样，你可以感受到。对啊，假如懂得认识黎明人，就会感受到的是黎明私下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不需要讲多了。假如对没有机会认识黎明的人，或者他不喜欢或者你不喜欢我的话，我怎么跟你讲我私下怎么样，你就在旁边说哎，别说了，换台算了。那私下怎么一个人，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拿出来给人家去看，但是每个人一定有一些不好的一面没有拿出来去给人家看。那私下黎明很简单，那私下黎明跟朋友在一起也会喝酒，也会讲色情笑话，也会讲粗口，也会一起玩，从正常人做的东西不伤害到社会伦理的话，我们都会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不做的东西。